大家好呀，我是花猪。3:08前瞻直播结束了，我也是爆肝为大家带来了整场直播的复盘。开始前辛苦大家点个免费的点赞、投币、收藏支持一下花猪，同时为想抽的角色武器积攒欧气吧。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角色，祝投币的朋友出角色武器，祝三连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关注花猪，有原神星铁问题都可以问我。首先第一期卡池是可莉和优拉，第二期卡池是新海和伞兵。3:08更新后会上架可莉的新衣装，售价大概是1680创世结晶。另外完成新活动青夏乐园大秘境可以获得凯亚的免费时装和四星角色莱伊拉，活动过期后凯亚衣装需要花1680结晶购买，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同时新增凯亚的邀约任务，另外大神 APP 又送福利了，在大神原神崩铁圈子参与签到即可换取原石星穹奖励，还有机会抽取648现金红包。大神周末还有疯狂星期五活动，累十人抽一人送月卡，签到最高可领180原石。然后是封单的实际演示，大地图、街道、主城、角色、交通工具、水下玩法全部进行了展示。看完以后真的是让人充满期待，恨不得马上就让官方更新 4.0 封单，这个小粉毛真的是太可爱了。还有这个水下的新玩法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有趣，估计会有很多的水下解密。我们现在 3.8 养肝， 4.0 估计有很多东西要肝了。接着是 3.8 活动介绍，这个青夏乐园大秘境可以拿1000原石和凯亚衣装以及莱伊拉，不过它是限时地图活动，过期后地图宝箱全部消失。活动传心同事可以获得420原石，活动显图勘探可以获得420原石，活动冒险家是炼境接篇可以获得420原石。四个活动都是非常简单的，无论新老玩家都可以拿满奖励。然后是没有原石奖励的打牌活动，喜欢打牌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这是 3.8 前瞻300原石兑换码，在第二天中午失效，大家早点兑换哦，关注花猪方便每次第一时间领取。接着 3.0 回顾主题 OST 珍珠之歌3也将在 3.8 期间上线，喜欢原神歌曲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哦。最后希望还没点赞投币收藏的朋友辛苦点一下支持一下花猪，我每天都会分享星铁原神活动攻略、原石星穹兑换码，关注花猪保证让你拿到所有福利。